太爽了！哎、哎、哎，没效果，超爽！打我啊，笨蛋！哎，自爆！呜、啪，下去！嘣！卡通古代，但是一跳出来不能攻击，所以就很尴尬，所以还是搭那个齿轮街会比较好。好，一定要有王国啊，一定要有王国。OK， 无氪玩家怎么办？无氪本来就不能玩古代了吧？好，我、哦、这边哎，行星探测车很好哎，它还可以抓卡通王国，还不错哦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就先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抓个卡通王国。好，那等一下古代机械出来就不怕了。好，结束。双重旋风等等，直接拆齿轮街。好，上。第一关是堕天使跟亡命枪龙，而且我觉得堕天使可以打赢枪龙，还不错。三加，哇靠！哇靠，好凶哦，好凶哦！来，双龙旋风，来！哈哈哈，我觉得这场我要赢了，这场我要赢了。他跳出来没办法把我除外，哎，我拆掉他的决战，哦，漂亮哦，除了吧，卡通古代机械巨人打不过来，只能吃我的屌，漂亮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好爽哦，屌打弟弟哎，等一下我卡通王国开下去，他也不能指定我，超爽，爽。超级爽，卡通王国，哇哦，完美啊，完美的搭配，太强了，打过去也不能发动怪兽效果吧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原来卡通古代机械巨人是不能发动魔线，它怪兽效果是可以发动的，但是我们是没办法被指定的，所以应该还好。好，直接打过去吧。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啊！你到底跳不跳？不跳我就刚爆你！哎、欸，没有，我直接打脸就好了哈！我直接打脸就好了，差点忘记啊！不用打怪啦，直接打你的脸啦，让你鼻青脸肿，打脸才会爽，对不对？哦，轰！哇，好舒服哦，超爽的！而且卡通世界被破坏的话，他也不会自爆，太棒了！来，尽管除外我吧，不会成为对手效果的对象。好，没有卡通王国，不怕被除外，太强了！哎，太爽了！哎、哎、哎，没效果，哈哈哈，超爽！他反转，然后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因为没办法被指定，太强了！准备吃我大屌吧，利希德！哎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我们的卡通古代机械巨人，好玩，无法除外，没错，直接干瞪眼啊！哈哈，还想除外我的卡通古代啊？啊，又把自己盖起来，哎，完美，拿掉没错，因为有两台车啊。不过目录先抽到也不错啊，你看像这边靠北啊，这边就变废卡，哎，没有没有，卡通目录可以抓古代啊，你们忘了，卡通目录可以抓古代，哈哈哈，对啊，卡通目录可以抓古代，还是可以啦，还是要放啦，还不错啊，来，齿轮街。OK，
对，然后这样，对，没事，结束。不坐满很难过，没有，因为刚刚没有看他那个开雨炫少一千，我在算伤害有没有超过四千啊？如果没后台我就尴尬了，跳不出来。拜托来个后台吧，我要拆你后台。来个后台，来个后台。结束，干你老师了。哦，气死哎！没事做。双龙旋风用不到三张吧？没有，双龙旋风很强的，好不好？要放满啊！你有没有玩过古代啊？两三张都是 OK 的。好不好？搭配齿轮接，有没有？拆一张，然后再跳，超爽，爽到高潮。我还一开始是不敢盖是吗？现在才盖。哦，野蛮竞技场，这个是一定强迫攻击啊。哦，那我打他脸就好了啊，干，笑死！这个场地留着、啊。哦，等一下，他要叫巨神兵是不是？哦，感觉他要叫巨神兵了，好可怕哦！不要吧，不要叫巨神兵啊，拜托。这个看起来就是要叫巨神兵的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地府神哦。哦，地府神，还好还好。白色面纱，伤害结束时，对手不可以发动魔线，然后表测全部无效，然后装备，破坏对手，哇、哦！离场的时候他会受到三千点伤害。好好好，我们把这一张炸掉，他会先扣三千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来啦，打开打开打开，来炸你三千，呼呼，水哦，卡通古代机械巨人，漂亮。然后等一下开卡通王国，我就不怕被指定了。看那张后台，哎，没用，我直接打你脸。直击，怎么可能拆场地？当然是他妈的拆那一张，对不对？拆那张才会爽。要扣三千，他就哭出来了。搞不好直接上网，不可能啊！这套又那么不稳，对不对？哇，怎么打？重开，对方重开。看我这怎么打啊，这只能先盖着啦，然后结束了。欸，不然这个也盖好了，说不定对方一个手剑然后拆掉我们场地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跳了。好，结束。为什么我这边先盖？因为齿轮街我们翻开之后可以少一个祭品升招，我们就可以升招了，所以我就在赌他不打我的怪。谢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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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支持，庆粉，庆粉，庆粉，一个旋风，哎，起手没拿到，直接帮我们拆哦，漂亮，漂亮，干你娘！太爽了，完美！哇，不错！你看我刚刚就说他一个手剑也要盖下去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机械要塞开下去，是哦，这样也不会被破坏。然后我们再拉卡通王国，有没有？爽，太爽了！来来来，卡通王国，哎，完美！
太强了。来，卡通王国，欢迎来到我的疯狂国度，我要发动卡通王国打脸。啊，对哦，迷宫兄弟啊，谢谢你的银河旋风。哎，可是他这边会拆我的卡通世界哦，好可怕。拜托你拆我的要塞好不好，他不会白痴然后拆要塞，演戏要演到底哦。没有啦，我想太多了，还是被拆了。我们还有卡通世界，没差，还是可以打脸。如果是王国直接开就好，盖场地反而怪怪的，那对方就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咚咚，双龙旋风哦。我觉得双龙旋风或许好吧，抓在手上就好。来，这边直接打脸，反正攻击的时候对方不能开嘛。哦，青之眼的微光，哦，很棒嘛。那我就不能攻击了，居然一个微光啊，太强了吧，好强哦。来，双重旋风，拆你后台，出了吧。古代机械要塞，我王者看破，可古代机械拳第二只啊，不能攻击，也是两张古代机械拳，直接抠爆你的脸哦。来来来，看破也被我炸了，移动风暴，哎，要被除外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卡通古代机械拳就是它可以穿透，我直接打你这只躺着的怪兽。穿爆你有没有？不用，我打2000也可以，穿透1000伤害，超爽，不错不错。那除外没事，啊，我们不会受影响，只是不能打脸而已，还不错还不错。来，还有没有招啊？迷宫兄弟是不是要投降了？我这边要跳白龙啊，跳白龙要互相伤害是吗？要直接硬干是不是？哦，哇哦，干这他这边跳3100我就输了，不要啊！哦，苍眼银龙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以为他跳那个3100攻的，他如果跳3100攻我就输了，我就完全打不赢他了，还好还好，跳一个白痴的苍眼银龙，没事没事。好，要怎么赢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躺着就好了嘛，躺着你打不过来啊，对不对？躺着就好了嘛，结束结束，躺着就好了。然后等他招一只什么，这攻击就是防御力很低的，躺着我就直接穿透，哦，穿爆他，有没有？哦，苍眼银龙跳，啊，又跳青眼，然后全部，这样好烦哦。我们有什么卡片啊？哎呀，没牌了！哎呀，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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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惨了要输了！我们的王国还有这个卡通，还有卡通世界都没了！哇，怎么办？让我看一下，那还有什么效果？我靠，怎么办？结束。哇，输了，可以投降了。你要不要转个手啊，铁白龙？你转手就可以穿透啦。卡通目录啊，没有用。算了算了，投降吧。啊，残念残念。哎呀，输了一个低端啊，真不爽。反正我牌一定会先抽完嘛，对不对？好啦好啦好啦，这个煮的这么烂，煮的这么杂，对不对？你看还有龙眼，等一下就是龙眼直接出来，然后就精华了。还好我提早投降，换成狡猾算比较强一点。等一下改一下牌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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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棋手。看起来好像很好，其实很烂。看起来好像很好，其实还蛮烂的。先抓这个。
等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先抓这个，然后行星探测车盖子，然后盖齿轮街啊，对方就拆我们齿轮街，我们就可以跳了。希望了，又躲了，30块，谢谢，总共90元，谢谢我们玉成，好久不见。恩卡大飓风能配狡猾，墓地回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没有人会这样搭，太奇怪了。哇、哦，弟弟，其实啊、其实这场会输因为扛古代机械巨人他没办法。他没有办法，就是打过去的时候无效对方的怪兽效果。哇哦 ！Oh wow！ 哇哦！这边必须来一个双重旋风才会赢。双重旋风！哦，很棒嘛！哇，我说双重就来。太强了，哇，强，决战，好，可以，没事，帮我们除外，对不对？帮我们这张，啊，干，但这除外就输了，我，哦，还好，他是抓这一只，没事，哦，他怎么反转这一只啊？你不是有那个吗？他不是有那个除外的那一只吗？你不是有吉西吗？你怎么不用吉西把我这一只除外呢？那我这边就可以抓了。我抓卡通王国你就死定了，你也不能除外我。对哦，赢了，来结束，赢了，这场太精彩了，精华。漂亮，一个神抽，然后对方又一个低端判断啊，不能除外反转，怎么不行？卡通世界，卡通王国是什么牌？我第一次看到啊，反转不能弹我啊，爽，没办法弹，又把自己盖起来，盖超爽的，有够爽，妈的，超爽，打我啊，笨蛋！爽，太爽了吧，太强了，来直接打脸。哦，这个后台是什么卡呢？啊，什么卡都不重要，反正我是敲你的脸哦，直接敲爆对手。好，漂亮，再来啊！还想弹我，还想除外我是吧？我们有这个哦，卡通王国完全不用怕哦。他又把自己翻起来了。其实他这边有一个打法，就是他用后台加攻击力，然后敲我，他还有机会。但是我是不会被战破。他有两种获胜方式，一种是靠后台增加攻击力，然后一直撞我，撞到我没血量。另外一种就是我一直开卡通王国的效果，等我的牌抽完，因为我牌会一直除外，我很快就没牌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你只剩下1000点生命哦，等一下我就直接敲你，敲爆你，打脸你就 GG 了。好啊，4700而已，不痛不痒，要打3次我才会死啊、哦。来啊，打我啊，笨蛋！没事，除外一只就没事了，漂亮！来，到了，双重旋风，我们开一个双重旋风好，来，把这张，还有这张炸掉，因为左边这张不知道是什么，先炸再说。过深的墓穴，准备让我舔你的小穴啊！决战没用的，苟延残喘嘛，武藤游戏下去，嘣！
呜呼，完美的一场。别告诉我几点愚人节，我的心已塌得好多些，没有你的画面闪烁在脑里面，一直不会变。